加里宁，加里宁是谁？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·加里宁，是苏共的领导人。这么说，你对苏联也是挺了解的？这些都是路牙告诉我的。啊，对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哦，暂时还没有什么打算，大病初愈。 还是想先休养一阵子。我觉得也是，等身体康复了，再慢慢找事情做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。我不会让纯子失望的。但是我听说，吉川想和你合作，我得劝劝你，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吉川这个人很阴险，你要小心点，应该离他远一些。 你的工作我很不满意，东西已经丢失了，你给我清单有什么用？清单我有。对不起，少佐，这份清单不是丢失设备的清单，而是枪械师路亚下一步需要材料的清单。罗西，下一步的材料，你没有辜负我对你的希望，这么快就找到了路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。 哲桑，我培养你，希望你尽快的成熟起来。于公，我希望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。于私，我想让纯子小姐能找到一名聪明勇敢的丈夫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少佐您的良苦用心，您放心，我会不遗余力的为您效劳，为大日本帝国效劳。亚西。 多谢少佐。一个自耦变压器，6公升的无水甲胺，35毫米的管式炉，先生，你要的东西齐了。 这么着，你帮我装上车吧。好嘞，哎，谢谢啊，客气。谢谢啊，跟上。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看你脸色不好。啥事儿没有？
得买这些东西，跑好几家商场，蹬车累的。这的确还难为您，这么多东西到一家卖，特容易暴露。行了，咱还是赶紧把这些设备换个箱子，运回天辰大舞台。行啊。赵总，你进了仓库，没敢跟进去。封锁这里，不要放过一个可疑人。哎，走。老大，哎，你看吧，俺是大哥有先见之明，幸亏天辰正在装修，要不这东西太先进了。是啊，这是最后一批货了。哎，陆雅是不是答应你弄完最后一批货要送你一万？哎，就是那什么新式的秒坠镜啊，那东西美得很啊。是啊，哎，有了这个狙击镜，我就能多杀几个鬼子了，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了。行了，你快走吧。哎，你不跟我一块走啊？你先走，我还得烧毁台账了。那你小心点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大鹏哥啊。车上拉的什么？哦，去货站能拉啥？就拉些装修材料。搜一下。哎哎哎！
王福生知道已经没有生的希望，但是他还有一件事必须在牺牲前完成，那就是不能因为自己暴露了大家。所以这次不仅要舍身赴义，恐怕还得粉身碎骨。太厉害了，这都是我要的材料，这么快就弄到了。哎，对了，振芳，你看，王福生说他要能帮我弄到材料，让我给他做个狙击镜，我做好了。他人呢？他走了。怎么了？回淮安山了？哎，这小子不对啊，把材料都弄来了，他不跟我要这个。这人他有点怪啊，他牺牲了。大鹏，你说什么？他牺牲了。亲眼看见的，亲眼看见的。你受伤了吗？我受伤，那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没有办法救。什么叫没有办法救？啊？那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亲眼看见他死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啊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不能。放开！放开！你为什么不救他？娘，给我起来！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呀，我知道您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死对我来说就是个球。我心里可比你更难受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跟敌人同归于尽，但是我没法救。如果我暴露了材料咋办？我可以不要这些材料，但我不想让他死。你错了，错了！消费队所有的人为了材料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你要真是个爷们儿，你就把枪早点造出来。你要真想为他报仇，你就早点把枪造出来。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他去采购材料，是我害了他。掌柜的，你别这么说，他不采购材料谁采购啊？谁也不认识，总不能让陆牙去吧？出这种事情也在所难免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就不说这个了，还有比这更麻烦的。什么事？王福生和陆牙这一段时间朝夕相处的，弄得感情挺深的。这陆牙一听说王福生牺牲了，急了，抄起枪，哭着喊着要找鬼子报仇去。这是胡闹。他人呢？我没有办法，就把陆牙绑在地下室的椅子上了。
崔正芳看着呢。兄弟，绑你是因为我说不过你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给我一把枪，我原谅你。把枪给我！兄弟，我已经说对不住了。动武你不行，造枪我不行。大宝，放开！你松开我，你让我出去！你想干嘛？啊！我出去就杀一个日本人，我要给王福生报仇。陆亚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我们也很难过。但是你必须控制你的情绪，而不能被你的情绪控制。你的任务不是作为一个战士去消灭一个或者几个敌人，你是一名科学家，你应该用你的才华去研发新式武器，去装备几十个师、上百个团的战士，让他们去歼灭上千乃至上万名的侵略者，而不是现在的一两个敌人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你跟王福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们之间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陆亚，你要从大局着想。如果你牺牲了，事业怎么进行？那我问你，王福生就白死了吗？他跟你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们就一点不伤心不难过？你就不想为他报仇吗？我们当然想为他报仇，这些都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实验器材，你应该好好珍惜，好好工作才对得起他。我告诉你，天山大舞台不能老停业装修不开业，这会引起敌人的怀疑的。掌柜的，天山大舞台开业你还得考虑考虑啊，这一旦开业了，在底下造枪，那上面人山人海的，很容易被暴露啊。就是因为人山人海，我们就在天山开业那天正式开始我们的研制工作。他们想都不会想到，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我们居然建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。陆亚，明天起你就要开始马步枪数据的恢复工作。别怕，我不是要废了你，我是要找你谈笔生意。找我谈生意？我知道你是个生意人，生意人图的就是钱，只要你帮我扳倒吕万财，这20000元就是你的了。大哥，你瞅这瓷口啊，这地方，这真不错，这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用得上好啊。多少钱呢？红爷，你要便宜，100块现大洋。是。多少钱？100块现大洋。你怎么个意思啊？你他娘的疯了！啊！我说大爷，这可是明朝官窑的花瓶啊！红爷，红爷，就给五，就给多少拿多少，少废话，听懂没？再废话，脑袋给你哥们当夜壶使。红爷，可是呀，你今天怎么出来了？吕万财没拴着你？他们正在筹备天蚕今晚开张的事儿，所以我溜出来了，有件好事儿。告诉你，刘十二一事儿，说吧。
什么事儿？我这个秘密啊，我觉得对您非常重要，只要是这恰恰合适的话，啊，哈哈，哟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所谓的忠诚呢？冯爷，就如您所说的那样，吕万才他不值得我去为他卖命。这就对了啊，这叫识时务。我跟你说，吕万全那就是一个土包子，想在上海滩发财，你就得跟着红爷我混。说吧，先告诉我什么秘密？这个秘密一下子能扳倒吕万全。我现在对搬不搬到吕万才没兴趣了。没兴趣了。好，那算了啊，算了。等等，英哥。哎呀，啊。你可是把我的骨头剁得一干二净，说吧。趁我没后悔之前，你不是始终觉得吕万才盘下天蟾这个里边有什么鬼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里边的秘密就在天蟾的地下室。如果你能解开他这个秘密，我敢保吕万才就不是滚回山西的事儿，弄不好啊他得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信不信？有这么玄乎？要不我能要你这么大的价呀？可是吕万才和杰森他也不能让我进地下室。哎呀，红哥，求日本人呢？啊，那田中还那个吉川，一个大佐，一个少佐呀，他们两个今天晚上都得去参加。我敢说，他们对这个秘密都是非常感兴趣的。可是我跟日本人也没交情啊。鹏哥，能不能除掉吕万才，在此一举呀？行与不行，那可就是鹏哥您的事儿。報告します。バヤホンという人が会いたがっています。バヤホン。やだ、進来。はい。バオ先生、里边请。吉川少佐、别来无恙。バオ先生、请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バオ先生、有何贵干？我知道，吉川先生，你们也一直在找吕万才的把柄。我刚接到线报，吕万才的秘密就藏在天蟾大舞台的地下室里。你说什么？地下室？对，他吕万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玩一出瞒天过海。吉川先生，如果您愿意，我们共同合作，一起揭开这个盖子，
让他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老先生，我还有要事，小叶君，送鲍先生。鲍先生，请。我没说明白。鲍先生，都听明白了，要洗。鲍先生，请。啊！我记住先生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地下室。二位请。谢谢谢谢啊！欢迎二位请，感谢感谢啊！行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感谢感谢，谢谢。太太打牌打得可好，嗯，是啊，郭江了，那是临门嚷着我，那我可不愿意，我要是再输给你啊，就把我们杰森给我的家用都给输光了。田中先生你好。哎，吕先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市井商社的石井先生啊，这位是美智子小姐。你好，石井先生。久闻吕先生大名，希望有机会在生意上合作啊。听众观众，他的实力很强，你要是能跟他做上生意，那真是财源滚滚来啊。有田中大佐您支持，那是一定的。吕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过几天想请你吃饭，有空聊聊。好，感谢你们光临，来，嗯，我们喝一杯。嗯，你少他妈废话，天蟾不要你的钱，哪来哪去？小小子了，怎么说话你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今天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天蟾轮不到我说话。可现在我横在这儿呢，你就甭打算进去。干杯。大哥。哎，大嫂跟龅牙和咱们可打起来了，我去看看。耿浩儿啊，对不起，你们先坐一下啊。你说的那事儿确实吗？确实，他们敢把枪械私藏在众目睽睽下，太荒唐了。越是想不到的地方，越容易发生故事。怎么，在这庆典的时候，我们去搜查，合适吗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又一个惊喜！哎，你个王八蛋！我告诉你，上次要不是看在杰森的面上，我他妈早弄死你了！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！我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，来来，放下放下！红哥来了，你们怎么可以没大没小呢？嗯，女士，我今天是上天辰来特许来了啊！有他妈你这么贺喜的吗？哎，走，看见没？这个小王八蛋拿枪对着我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我以后面子往哪放啊？就是红哥面子我哪儿放？红哥，小的不懂事，我向你赔罪。来的都是客，都是给我和吕老板的面子。八红，进去吧。来，请。你小逼
站好了！恭喜恭喜啊，李老弟，上次一别甚是想念啊！听说这新天台重新开业，我这就不请自来了。<笑>手下弟兄没规矩，让红哥你见笑了。刘先生。 你的手下都是很角色呀，啊！这开张大吉的日子，打打杀杀的，这要吓坏了客人，那还不耽误生意啊？我这点小生意，就算是耽误了，也亏不了多少钱。你这哪是小生意啊？你这李老板是左右逢源啊！你不仅加入了青帮，还残下了这天辰大舞台，您真是福气不小。 而且我还听说，这地下还有个小秘密哦。哎，包小红，今天是天蟾开张之日，别胡说八道。老板，你说的小秘密是什么呀？嗯，那自然是大买卖。 不过今天的客人这么多，不知道说出来李老板方不方便呢？<笑>李先生的生意还有比这儿挣钱的，我听了都心动。金川先生，您别听红哥乱讲。李老板，我一向对生意很感兴趣，既然是大买卖，不妨带大家去看看，让我们也开开眼吧。 石井先生，如果我还有什么大买卖的话，也不会这么辛苦盘下天蟾呢。老西，李先生，据我手下人报告，你地下室干的可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吉川先生，我跟你说过。 我们天蟾大舞台是做生意的地方，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？嘿，李先生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啊，说这儿说那儿的，我看这简单嘛，你把他们都带去看看，一切不就清楚了吗？ 好你个李万才，你是明着经营天蟾大舞台，你背地里干的提炼鸦片的勾当。哼，你做生意，我也做生意，何必这样大动肝火呢？你有本事的话，也可以去提炼呢。你这是破坏了江湖规矩，你懂不懂？怎么了？我们约好的，我负责外府。 你负责上海本地，河水不犯井水。你们晋绥军的生意人，也太他娘的不讲理了！你要找的人呢？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秘密。不是，他们公然贩毒，你还不抓他吗？ 你是真傻还是给我装糊涂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贩毒和我什么关系？我要的是枪械师。什么事？那葛师爷说你们也在找吕文台的证据吗？你这个笨蛋，葛师爷的话你能相信？红哥。 吕万才的这个危机刚刚解除，意想不到的危机再次出现。
黄清源在天蟾大舞台开业的晚上来到了上海。来吧，来，来坐吧，来呗，哎，来，快点，哎，二位坐车吗？哎，哟，三位爷，一看这派头，就是从远方来的吧？来上海淘金的吧？坐我们的车，先拉你到上海先转一圈。现在上海啊，那是相当的繁华呀，尤其是那天蟾大舞台，那里边的妞啊，那可是水嫩水嫩的。怎么样？走，去看看。几位爷是做什么公干的？还带着枪啊？这个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。走，天蟾大舞台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我今天非常高兴。非常感谢您的光临，希望常来。嗯。杰森，嗯，刚才的事别往心里去，以后他的事我会多关照。谢谢。嗯。你这步棋走得可太悬了，你怎么能让日本人进天蟾地下室呢？龅牙红和吉川都在盯着我们，他们总认为我们天蟾里面有文章，不让他们看一下，他们始终有心病。不，这龅牙红跟吉川他们俩怎么跑到一起去了呢？哼，这事儿还要感谢葛师爷。葛师爷，天蟾马上就要开业了，但是我有件事还得拜托你。老板，要是做生意的事儿那没说的，要是打打杀杀就拼命的事儿我可不敢啊。葛师爷，你是聪明人，我们是干什么的你早就知道了。老板，我真不知道。是吗？刚才你不就在门口偷听的吗？葛师爷，我们是生意人，晋商的后代，从小就拿着算盘长大的，祖祖辈辈在这土地上行商，可现在日本人入侵，大家都没生意可做。老板，这国家的事儿我可管不了啊。可是你也不愿意让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横行吧？你们严长官把太原都丢了，退守山西一角，而你为了生存却做着资敌通敌的生意，其实我们都不愿意这样。我们祖上留下的遗训是诚信为本，我们再这样下去把中国弄丢了，我们还去哪里做生意呢？我们又怎么跟我们的后代解释呢？老板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没有他呀，龅牙红跟吉川也不会同时进入这个局中。啊？啊！咱们俩是一条心，他那个那个的个走。
杀我二哥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说，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是谁？嗯，我说，这里吕万才。是战